iPhone 十四怎么了吗？很惨啊！啊，换成什么事？没办法选造型，那我买来干嘛？你以为啊？那什么？我是坦克。你说神鬼喜欢那个船长吗？确实蛮像的。就是这样啊，锁造型啊，等于是给玩家用试用，试用 skin， 然后就说哦不错啊，就拿用了。哦。被炸到了，他们有双飞，今年死神没大哦，面对自己的死棋吧，正义从天而降，三小。OK， 拜。英雄遭到击败，我们的艾希打了16000，1600吧，1600。可以这么低，啊！我刚刚最后出不了双飞，我有点难过。我刚刚打了一场，第一回合我们的那个谁76打了800，然后第二低的输出已经是2500。欢迎安安，对吧、啊？增加大小，火箭当啊。出发！大丈夫。
别动。哎呀！哎呀！那两个输出好烂，太烂。嗯。欸、我怎么掉下来？白车。不是啊，那根本就是没射到人啊！嗯，哈哈，下去了。烂铁啊！忘了吧！哇，刘莱西真的很难玩。哇哇哇！哎呦，我有禁疗了，必然。不予防御的敌人受到伤害提高。嗯，这一招吧。爆炸、欸！我不补血，我要去打死这个。五、四、三、二、一。第三夜，夜幕低垂。意志别消沉，我们还有机会。不对，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吗？对你好奇怪哦，那个射控完全出去不了法，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艾希三把只打了快1000，真的假的？才不会气馁呢！我完全不想破那个，浪费我的。正义从天而降。火箭弹幕。天哪！看妈哪个韩国人就这样子上，我不想打。你看，我才抽第一把，我已经打2000。妈站在家里射都射不死，都没发。天哪！好，太收背的。阿旺，你好了没？阿旺，快点救我们！阿旺救救我！哎，哦，这两个烂的要死。
他说他难得玩新游戏，他说不要催他。晚上好。今晚是今天来玩。嗨，小猪嘞，我去上班了。小猫，上好，小猫。等下去煮个宵夜来吃吃。喂喂，哦 ，Toys 出来了吗？那个摸头不好意思，皮没开啊，摸空气。开皮游戏会。这是属于舒肯斯坦实验室的故事，还是死神破冰？大家的换弹速度增加。想色英雄颜色哦，当图鉴变成想点赞，就这一把，就这个特殊。嗯，以前这个小美周水投地。所以这张是我第一次遇到外挂的地图。被一个夺命女，反正我们是要屌赢的，被变成浪二嘴三。哇，我三发射死一个人呢、欸！因为我们的补没有在补啊，我们的补为什么会补血啊？我都已经抓死两个人了，然后我们还等一下，他都放黑球吗 ？Baby。他是丢黑球啊，不会啊，这是什么吧？
切后会后排 ，OK， 装备被我炸掉，好舒服。有没有人帮我补血？不是那个，哎，莫伊拉。好啦，莫伊拉大招。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他复活起来了。我们补尸来了。来我这，来我这。我们莫伊拉目前还没有集满过一次大招吗？哎、欸，他看到你残血，他看到你残血，结果扔黑球、欸，哎，我死，干，我操！哎，我还丢了你，丢了你补，马上去切，哎，真的没办法、欸，我看一下我治疗量有没有，那是搭配，哎，真的，冲刺，死你往二档。我还想觉得好笑的是那个莫伊拉，他最后一秒冲进去，然后看到你们两个残血，他扔了一颗黑球出来。启用亡灵形态时可以自由飞行是这样，就是可以往上飞啊，可以往上跑就是。神笑，那我要飞上去，然后送拔两个月，谢天敌的两个月。好啊，你知道我还要选到一个那个吗？就是我的亡灵形态持续时间增加33发。好恶心，你真的会飞到他脸上？可是你飞的时候不是不能攻击？对啊，而且你不能被锁定啊！哦，降落的时候送他两枪、啊。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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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啊。哇哦！今天好嗨，怎么了？很亢奋哦、喔，喝咖啡。我没有法拉那么灵活，感觉没有很好用。啊，不是，他是被抓掉了吗？没有啊，他比我晚死呢。想要补血都没有，好惨！我也想要补血。我受到你的吸引，没什么大碍。我锁定你了。哇！我要疯狂，我需要治疗。这边被补了7000是怎样？哈！补血啦！正义从天而都没有要补血哦。
没有啊，你看那个人这两个怎么可以补成这么少？我也是都没有拿到血啊，我基本上没有血。欸我的伤害减并伤害减轻比他们补血还多，我觉得我自己治疗都快要比他们还多了，你怎么看？都不死！快治疗我！五、四、三、二、一，第三页，我可以给你们复，我可以给你们普攻吸血的状态，我应该跟你们打正面。是什么？呜！哎呦！生化立场设置完毕。哦，你来，你来。我挨不倒了。会扔哦，真的把他烂这个莫伊拉烂的要死！天哪！正义从太可惜了。站点吗？只要还没倒下，我就会奋战到底。黎明虽在今夜，面对自己的死期吧。哇哦哇哇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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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暗暗。对啦 ，nice， 莫伊拉怎么还？哎呀哎，莫伊拉补一下。还有战斗得打。没说莫伊拉不好。干，我就是直接去他们抽死他们就好了。我也是。
哦，吓死了！哦。你要跑龙，吓到自己啦！哎，还是得我们俩哎，真的哎，终究还是得我们两个去干的哎，我把他们全部车掉就不会死了哎，笑死！火箭旋风直接命中时，你会在那个地方。嗯。bang bang， 哎，终于，呵呵，你们是怎样？很惨是不是？我们的补师都不补血啊，输出不输出？什么？坦克玩？坦克不谈是不是？坦克不谈？坦克没有谈，倒是还没有嘛，还没有排到路人坦了、啊。这输出是上一场啦，我那个输出真的是很想哭。没有说不要把内心讲出来。你在那什么？你知道艾希三把万圣节，然后打2800三把哦。命运交织在一起。好了，烂的要死，真的。啊，吴小空怎么没有怪？怪不到啊，加怪。哎、欸，死了死了死了。我的英雄学院，那个 skin 应该都很贵吧？哇，5700，八宝 ！Oh my god， 这个兰卡特的脸也太诡异了吧？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微妙呢。不掉。死了，撤掉，撤掉！有物质，干被这个物质的飞镖打死，一定会很火大。知道他跟我英合作啊？为什么？为什么主绿哦，奶鼠，奶鼠，奶鼠，闪光难玩。那个带自带塔利亚的自爆好可怕哦！哎、欸，这样这个蛮好的。火箭追踪自动瞄的好扯哦，我要靠他打的哎、欸，我觉得不好看，我不懂刚刚为什么那个76可以处理把他处理的那么难过，我真的没有看到，哎，为什么你的也有在那个扎利亚的大招啊？我可以提吗？哦，冻住。他怎么这个不会甩起来？我超屌的、欸，好硬啊！弥漫着诡异的宁静，没了，这边拜，赢了。他们有特写的、啊，他们有特写，操，真的是操，舒服了。对啊，他这个脸真的很像喜格玛、欸，他为什么不干脆用喜格玛？虽然，精彩极少啊，竟然是你，算了。最后一次那个吗？一定要他吧。这里啊。哦对，中哦对啊，中段大招比较分数比较高。你看这个一下 ，man。奇哥还是反派啊？啊？无翔上线。不要在 VR 圈 ，VR 圈平常都可以玩的，快点。啊！真的假的？我还特地上线看一下胡小空有没有去 VR。刚、嗯、才小空间来差点干输一个木椅啦，有点到偏心哎、欸，怎么办？什么东西？嗯，没办法，偏左边啊。你们这群左派，你们这群左派，全部分掉，左派。啊，没有啦，开玩笑的啦。行啦，感谢追水，谢谢感恩。我想说，怎么合上一个新造型？哦，这是炸弹鼠，拾荒机器人炸弹鼠。你看那个啊，商店、嗯、下面的下面，
啊，还是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好像啊，应该是每个人看的不同吧？好像耶，很像。这是什么？喵喵喵喵！哈？怎么会有老鼠？到底在干嘛？我是米奇。哦，那米老师。你好香啊！天哪！妈妈，你怎么这样？闭嘴！哎，我有一万的斗阵银币哦。那好像可以来买个什么？嗯，正在消费中。不要再浪费钱了。银币啊！没有那个银币耶。银币很多、哦，是不是？银币，来，我也去买一下。虽然我没什么造型哦，我好像买蓝玉珠的是其他的造型。这阿努比斯蛮帅的，可是蓝玉珠我真的很不会玩。你不哦，南瓜头，蓝珠好赞啊！你坐在肚子哦，真是糟糕。哦，我不太会玩回音，但我好想买回音。回音可以练，我觉得回音蛮值得玩的，就是玩一只可以玩全部的角色啊，很给小的角色。对啊，隐匿战甲看起来超好看的。啊嘎，这个好赞！聊天室你们觉得要买喜鹊还是买隐匿战甲？我目前谁造型最丑？我人是小兵，那个兵挺超丑的。莫伊拉有没有什么好看的造型？然后用这个假面舞者，看起来超给小的女妖莫伊拉啊！莫伊拉都没有很好看，算了，你还是把脸遮起来好了。看，还是用这个北兰造型就好了。哦，朱诺有造型的，然后1900，超丑。哦，朱诺是那个红色，是千灵，是那个啊，我赢的那个。你们要打那个吗？舒克斯坦还是打一般？你都可以啊。哦，都可以。喂。喂喂，机器爆炸了，机器爆炸了。好了。我觉得机器效果也是怪怪的。都可以是不是？小空要打什么？他应该随便啦，可以活动解一解啊。打活动吧。对啊，可以啊。十二天。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不会玩慈悲，所以慈悲造型怎样都没差。你的不会玩伊拉里有造型吗？有啊，哎、欸，他万圣节有个造，哎、欸，还是下一对，在这一季有个睡衣。什么？哦，这个好像，哎、欸，我怎么有这个啊？哪一个？伊拉里的吗？对啊，暗影之子。迎接日出，会不会是那个啊？赛季的。哎，工作坊不可以再，我不可以再大吼大叫了。是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什么都看不到？哎、欸，还在读啊，就对了。哦，这个嗯，要、哦、打谁啊？哦，打血条啊。跑起来！这个 boss 比较弱，是不是？因为他致命。啊、哦，确实。他怎么锁血了？还是ping很高啊？外挂是不是？他锁血啊，进去了。怪怪的，外挂是不是？迎接日出，迎接日出。嗯。啊。那这样全网是不是可以买一些？算了。这样。拳王，看拳王造型好多。这是属于
釜山。哎、欸，我打这张图好像从来没赢过、欸，哎，真的假的？对，印象里不对，我打什么图好像都输很惨，好像都没有赢，不至于吧？昨天你们在遗迹二还是玩什么的时候，我就私下在打这个啊。哦，输成狗哎、欸。对啊。哎、欸，我要玩那个，哎、欸，算了，玩莫伊拉好了。基础上只是额外储存。生化转移之手产生哦。嗯。哎呀。分期储存。死神怎么可以这么奢侈啊？换一把单就摆一两把莫山比克就在地上。因为那只是莫山比克哦，这个现在超屌的，屌到被砍，真的超惨。可是听说莫山比克现在还是很多 bug， 无限莫山比克，不是就子弹会被吃掉之类的。看到这边。试一下。刀砍，刀砍，刀砍！我。哎、欸，你不啊？没戏儿。我好惨哦！他把我射死了，我也很惨。啊！我倒，补都倒了。哎、欸，回来，回来，回来！我治疗，治疗圈圈。嘟嘟嘟，嘟嘟嘟。补都倒了，后退哦，后退哦。补还在路上哦。够大，可以进去刷一波。啊，等那个宜江来啊！什么东西？自爆程序。哎、欸，哎呦，我有大，我也有大。可以下去了。好啊，可以。我太嚣张了！哇，开的真丑！噔噔噔噔，吃我一锤！主语。我没吃到。他们会后悔。不要离他太近了，很痛的。鲍勃，哎，站下来喽！哎呦，哎呦，哎呦，好了，好喂，鬼头刀老婆离开游戏。然后被剁掉了。小巨魔。我的作品，留意你队友的新能力。消失。治疗球伤害数据球。哦，要哎、欸，要这个、欸。稀有度都好低哦。嗯。好。哈。开着 VR 在看。你很忙哎、欸。哎、欸，你才开不到两小时吧，凤池，回去重开。感谢凤池多团。
回去重开，好累啊！是哦，才刚从他的台离开，不是离开啊，挂着，然后来开台。第一次听到叫人家回去重开的，我在替他的观众谋福利啊！哎呦，哎，你这都跟我在做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吧？叫红球你开台，对啊。好了，胡小峰该回来开台了。我小峰继续补，不要救。快啊，迪亚快爆开了！好了，有吗？把这些小丑赶出去！啊，我要出师啊！对，我球往上弹走了。那我杀掉。哇，是。被物质丢，他丢起来了，真是耻辱！凤池大人累，让他休息吧。啊，好，凤池晚安，好休息耶。哎呦哎呦啊！这个。喂，为什么我们出不去？应该是说。这个窄口对他们法拉太爽了，他们死了，那就冲啊冲啊，法拉死了，冲啊，把他复活了，这边走了走了走，换边，有物质的大，正义从天而降，他开一个寂寞，还好你这个空，走了啊，走了，暂点了。地方我没看到，几个大，我太早跳了，我应该要再晚一点，我抓不到那个时间，这个 highlight 了，原是招架，哇哇哇，这边跳掉，然后换一个原是进来，超不爽，真的，九九，我进来了，我出去了。碰点哦！嘿，球弹进来，下来吧，好危险哦！不是吧？应该抢高点打了，是吗？可是就怕理论上啊，备战就是快站到下来点啊，因为高打低还是有优势，不是吗？一直都是啊，对啊，哎。啊！我被撞死了，好痛哦！全是，真的是有点躁起来了。第一人角色，没了。嘿！我努力了。然后在这学不到技术啦，乱讲，你就没玩了。哦，还有，还有吗？还有吗？还在努力。没了。鸡，操！记了，全记中。看一下有什么强效药水。自由飞行，绝招啊！距离增加，角度缩小啊！你阿王，你看我，等一下啦。好，增强你的力量。哎，这样，公子快去睡吧。那干嘛？那个原地起飞。我可以飞。起飞，升空，开挖，升空。第三页，夜幕低垂。偷袭一下，哎、欸，那个白痴物质，
又是三连标的白痴物质。哎呦，不是，他三连标就外就算了，还有爆炸。真的假的？真的。这么凶猛。他直接三连标，然后直接爆炸。小光说还有。白物质伤害真的太扯了吧。他们是双法啦哦，太痛了！改那个什么白痴东西，他运气好好、哦。三连票加爆炸，好浮夸哦！作弊躯体，我不知道，太高了。还是我们就不要以他们去站点了。哎呦！干那个爆炸摔剑到底是杀小啦，超扯的，好痛哦！然后才能爆炸、啊，他就补攻，然后再加那个、啊。我那三连爆炸超扯的，对啊，棒棒棒！要被炸昏了，真的，这是炸昏呢、欸！刚刚物质已经打九千，傻小啊！啊哈！有不速之客冲入目标，这样子的吗？冲啊！你、欸、怎么复活了两次？天哪、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看不懂。好好。不好意思。哎，傻小啊！你好像被针对了 ，QQ。没办法，都没有办法。那个爆到底是什么意思？妈的！来来来来。生化之球三颗，那颗要选，好好玩。选了之后啊，你丢就知道了。我知道，一定要选这个，你才不知道。啊，你有三颗黑球吗？有，就都是三颗、啊。这样你丢三颗黑球看一下，低能哦。然后我那时候还有抽到一个，是他进吸地的时候，你再按一次一会爆炸，对，他会直接造伤害或者补血，超好用，干好屌啊！可是他有低吧，我就很尴尬、欸，他把我的球都吸没了，干干。什么啦？这伤害是怎样啦？我超级会。为什么玩物质都没有甩到手里剑那一招啊？我有踩过三个，但是没有踩过爆。对啊，三个我有，但手里剑我没玩过。好啊，这样子。哎、欸，物质死了 ，Meta 死了。不是也太痛了吧？是完全没有啊！靠呀！他的招架把所有东西都挡回来了，对吧、啊？哇，谁是他？哎呀，好像是我，但是我停。我踩点。他被球吸死了。屁了，我满血。靠腰，这个物质是操嘞。
开始催我，病啊！各位英雄站起来！哎、欸，哎、欸，不是那个，真的太痛了，物质那个真的是三小哎、欸，12000。太扯了吧！不可以这样哎、欸，干你老师！太白痴！凭什么？死了！哦吼！送他送他，太扯了，运气真好。这是三小哎、欸，那个东西运气真好。逃破了，逃破了！看这个白痴东西，这白痴哎、欸！我下去，你看这超低能，你看他两下就不见了。炸一直炸，根本走不掉。这到底什么低能东西啊！操，好 balance 哦，真的耶！我真的是谢你啊！我原是没有啊，你有爆炸，你都他搞不好有啊！爆炸就很烦、欸，他已经够废、够烂了，要射角射你。已输出位哦，无常了，无常了。哦，而且像这些东西很便宜。拉玛塔，造型超少。莱因哈特，哦，可以买这个哎，这钢弹超帅的。哎、啊，我记得啊，要买这个吧，牛头人。什么 NTR？ 牛头人呐、啊！米茶，米茶，哦。啊，可是他是要金币。没钱，不可能。钢球。我们不会玩钢球。嘟嘟，石像鬼。一杯喝水是不是？那我去尿个尿。嗯，丁肯丁。噔噔噔噔。现在在看滔博打 T1 的比赛。阿北阿北。好。阿北阿北，阿旺换阿旺巨队。熊。嗯？哎呦！换成经典竞技点数是哪小？不，透过竞技获得。哎、欸。没有、哦、嗯 OK
啵啵啵啵啵啵啵。哎，我标题有改吗？标签没有，忘了。哇靠！我之前累积的竞技点数，要重累积哦。竞技点数，竞技点数好像全部都没了吧？因为联赛没了。啊，对耶！哇，我好不容易累积到2700，就这样没了，要重打了，好吧？我在思考说，我好像快可以换一个金色武器了。金枪没了，没了啊！怎么那个什么经典竞技点数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旧的吧？对啊，可是我这一季有打哎、欸，不，我前几季有打哎、欸。啊 ，BG 啊，江雨烧师傅真的好棒啊！江雨烧。目前已无法获得每参加的竞技年有呢，很脏呢。竞技点数转换成什么是很脏？说你张宇少师傅很脏呢？是不是张宇少师傅很脏？什么意思？脏呢？说很赞呢？脏，请吃张宇少。哎，你知道台湾的张宇少其实都是用鱿鱼饺，对吧、啊？大部分是啊，大碗鱿鱼，我们非洲鱿鱼啊，没错。但鱿鱼烧不是叫张鱼？好吃就好，我才不管。好吃，确实。那你们喜欢吃超脆的那种，还是要吃日式软软嫩嫩那种？我好像都是吃软嫩的，没吃过脆的。我喜欢吃超脆的。南部好像通常都是脆脆的。我喜欢有人喂我吃。对，什么意思？那这边可能没有办法哎、欸。我不说这边，这边又不會。我觉得有人请我的最好吃。好。台湾人应该是喜欢吃脆的吧？台湾的南软的，好爽。都不理。他大阪那几间排队的，我都觉得难吃的要死。我不喜欢吃那种超软烂的。大阪那根就是面糊好吗？对。面糊。成业的七个月。哎、欸欸，这好酷哦！海盗，还露半个肚子。我不知道，我就觉得炸脆就是煎的脆脆的，很好吃啊，不觉得吗？啊，我是残牙塔，我不要，我不会玩残牙塔。换只啊？啊，那你说预设给你残牙塔？对啊，哎，换我抽。七六，还是我来玩白痴忍者？随便你。混烂哦，最烂的那种哦。再烂也不会三场只打2800吧？欸、不好说，我有一场遇到他都在最后接那个在抢最后99%的时候开大的原石哦。手里剑会使暴击会使攻速提高持续10秒。哦，一右键，对，会玩了。招架治疗。5, 4, 3, 2, 1。对啊，我知道啊，我知道日本小林13个月，哎、啊，你们是在一起玩是不是？我同时，谁在一起？谁跟谁？哇！弹回去了！啊！避不开花！哎，你们有吃过那个超大颗的章鱼烧吗？就是一颗超大颗的。那是炸弹烧吧？对啊，好吃吗？我没有吃过。剁掉很多，里面还会鹌鹑蛋。杀掉喽！冷静，我来了。冷静点，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
哇，你可以把那个弹回去哦。对，我上哎、欸，谢谢、欸、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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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推、nice. 我挤的我挤的，快夸我！现在你有棒你有棒你有棒 ，nice nice。哎、欸、不，不是有人是在里面，人是在里面，快订阅我。准备，又一个，耐死了！哎呀，啊，快开大招！啊，被抓到了！啊，我本来想丢了，但我没看到你，哈哈。笑死，太险！应该不会怪我害你死掉吧？我会的。哎、欸，我只有打一千六，可以啦！你刚刚那个艾希打六百耶，我没有，我白天打，白天打四千，你好好笑啊！是哦，这只角色，你看那个好东西，就可以边打输出边补血，为什么上上把的就不行呢？到底为什么？应急，应急的最高，暴击会使攻击速度提高6%，持续5秒。承受致命伤时会丢出烟雾，哎，获得隐形且无法被击杀。啊，都好废哦！我觉得赢了抽的卡很烂哎，输了抽的卡才好，猜的啦。那所以第一场要输是不是？你要让二追三是不是？有这个设定吗？我不知道啦。雪莉的感谢雪莉100，感谢米莉20。哎、欸，雪米莉要100才行哦。启动战斗程序，我会保护大家。你们现在讲一种夜市想吃的食物，会想到什么？好个例，好像吃胡椒皮。哦，三小被他锤死。哦，原来屁股已经，对，屁股开花。对，我补不了你了。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烤玉米跟阿珍好了啦。哥、哦、在，烤玉米好贵哦、喔。烤玉米，烤玉米真的不行嘞、欸。烤玉米我们是又是看到一只50块。真的假的？便宜，一只50块，好便宜的。这边都100多哎。对。他那个原氏也是格挡流原氏。对。台顶哦！我的力量爆发了！哦，天哪！哎，陈业50，有我打要100，要100，50、20没有，已经超过那个爱心了。阿王，阿王，好，里面有个，没有，没事，没事。他们躲地了。哎呦，那得被格挡到死怎样？不是我曾经被格挡死掉过。哎，我死了。对，躲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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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踢死了，我被踢死了，踢死了，一脚踹死了，完了。看到了，看到你死了，五声完了，哭了。哦，烤玉米吃起来吗？可是好吃啊！吴小鹏 double kill， 哇哦，我的妈！那个很太麻烦。double kill。增压强化，效能全开。
哎，走！你怎么爆了、啊？我冲了！好，来来。哎呦！我要被锤到了！我要被锤到了！我听到 kill 了。没事，我们这样输，我们就会有好的卡片。知道吗？真的。好，我希望真的相信我。下一把来爆炸石加三个鼓，我现在立马变成输出。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吗？来了，橘色的传说，传说。哎、有，我有哎、欸，回旋枪、哎，我有爆炸壶，是不是？我就保你了，好不好？有喽，可是我还没有回旋标枪，追踪手里剑呢、欸，造成强化防御冷却，爆，回旋标枪会是回旋标枪流，我还想抽到会往上飞的回旋标枪哦。回旋标签就是我会跟直升机一样啊！回旋，夜幕低垂，反正大家都会去学那个语音讲话。哇塞！等一下我在拼蛋。哇，小光好扯哦！开杀！小光四杀！小光就把后面吸昏是不是啊？对，吸昏人家还不讲话。小光打了八千呢，这么亏？你吸死了会生成一颗球？啊，有啊有啊有啊 有那个，可是那个要吸死人啊。少弹一堆东西回去，完了，完了，我们输出没了，我们输出没了，走够，来来补个血，我是绕干忍者，抱歉了，哎、欸，屁啦，外挂，有外挂，真的。外挂外挂外挂！你是说真的吗？假的啦！哦。打不过都是外挂，没错。小光让我飞一下。来了，先帮你放个无敌嘛。造成没有，那应该是你说的是吧 ？Oh my god！那原石真的是隔挡流原石，我说反，超反，那隔挡超级久，锤昏，没有人，耐心，暂停暂停了，你的死期还没到，启动战术锁定，你后面你后面。好像开大了，嗯，发现，他差一滴，好，可以，烫死自己，不错、哦。哇八十八十九十时间到了哎呀踩不到
哦，我真那个爆炸真的要配三个苦无才会炸得到人，一个苦无碰不到。快，我在努力，我在努力。哦，还没复活，还要五秒。我来了，我来了，我跟繁星来了。啊！我不会砍人啊，白痴啊，好难哦、喔！看到会动就躲下来，看到会动就左键啊，就续补特啊。我努力了，左键左键左键。这个很奇怪哎、欸，这个。哇，没唱出来。哦，不行。没了，没有吗？好难猜。啊，好被弹出去。怎么能换英雄？没事没事，要爆炸了，要爆炸了，爆炸来了！啊，然后抽到多两个苦哎、欸！来了来了来了，都来了！我有了，苦了，我可以升空。获得的超量资料，他运动怎样？招命中会接下来主要攻击。我的大每秒帮你们回那个75点血。真空大型穿透啊！我根本就不会用。嗯，我的传授距离提高100%。哦。5 4 3 2 1。哎呀！哎呀！不是啊，我就不会大招，我就不会用了，我还要拿大招。下去一个，哎、欸，我冲撞了，结果哇，不要撞回来了。看他们好痛哦。我知道啊，但是算了。我要多久才有一次大招？你们互相格挡是不是？我们互弹，我弹的比较久，我弹比较多下。哇塞，那物质是有三发那个？对啊，它是有三发的那种。哦，我抽不到。哎，我是怎么好？我看一下，它是什么？接下来三个哦，啊命中哦！我要从另外一边打有没有？哎呦，小空爆炸了！他们超痛的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觉得是物质、欸。对啊。我从另外一边是哎、欸，我就是七六哎、欸。人是七六哎，七六的那个啦，炸弹有那个自瞄，哦，炸弹自瞄，对，没有抽中。嘿，好，来，哦，对啊，都是。那个火箭飞过来就很痛，那个。哎、欸，白痴哦、喔！我下次不选那个了，直升机的那一招，我往前走，我不能原地了。嗯、不能原地了。对，这么麻烦。哦，他那个炸弹，他那个子弹会有包含那个燃烧。啊！我被转走了。哎、欸，这个太死了，没事。我靠，隔挡，我被隔挡死了。对，我多他一点名了。对，那个场地都是小空的球，看到三颗球。哦，好烦哦。哦，你死了，不到那个人，没办法了。
三颗球，三球啊啊！他差一滴。哎，我手里剑会追踪。那个我顺过去那一招有打到人，我接下来三发手里剑会追踪人。啊，真的是不要，不死也要。哦，我这个三颗球，小偷超扯，你的奶跟你的输出都超级高的，太扯了吧！好夸张的三球超过。Oh my god， 太恶了。什么鬼啦？超夸张。哦，两位两只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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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哎，招架！哎呀，可是他冷却时间延长哎，隐袭死。冷却时间啊，延长，招架时间是，来来来，我的浮屠灵延长时间100%，这个吧。浮屠灵是无敌多少0.75秒吗？忘了，我不知道。好 ，OK， 看一下我的。哦、快乐吗？哎、欸，我们伤害都很高啊。我知道现在才可以开始打伤害，好笑。我好低哦。没事啊，问题不大。对面和尚也没发现。没事。我应该选法拉才对。哎呦，怎么又破表了地板啊？怎么有这个？那个。白痴，你们一直弹。烫烫。啊！我看那是莱茵的那个，对，莱茵的裂地。Oh my god！ 你们是好痛，五角龙超痛。看这个东西真的好好低能哦，好烫哦，白痴哦，很烫。还故意打天空哎、欸，好贱哦，这个人。蓝银弹，看会不会？啊！我被武器炸死了。和尚倒了，和尚倒了。哎、欸，他是不是也抽到爆炸啦、啊？对面的物质。对啊，对啊，有啊。我怎么看到场上大概对面的也有六颗球？重新进行评估，正在返回战场。哎、欸，我补不到。我说 OK， 我有那移动式补包，我自带的。看他这个也太快了吧！他们和尚不保后排踩进来是怎样？烫啊！真的很烫，超烫！锁定了。哦，徒弟没了！啊 ！Oh my god! Oh my god! 有塞本封门呐 ！Oh my god! Oh my god! 哇哦！爆炸！白痴格挡！哎呀！小控，呼呼小控还不开麦！人家开心死！哎呦，吸死，然后再多一颗，吸死，然后多一颗。
快乐，超级快乐，超级问号。哎呀，好像爽哦，太快乐了吧？九球分裂中，太快乐，真的一直吸一直多哎。补师都不补师了，输出根本就是垃圾嘛，谁要玩？那个物质跟那个波亚怎样？超扯啊！我妈竟然煮鸡佛给我，她不知道我不吃鸡佛吗？你要补一下。可是我吃，你要来啊？你要关台了吗？我关什么台？吃鸡佛要关台？不用啊，关台啊？为什么？一边吃一边看，我不吃，对吧、啊？你为什么是你是不喜欢口感还是不喜欢味道还是不喜欢那个东西？没有，我不知道哎、欸。我小时候就被骗说吃这个，结果咬下去就不喜欢。咬下去什么？不喜欢。哦，哦，没加到再一次。嗯，要干什么？干什么？想吃鸡佛、啊？干什么？干什么？想吃鸡佛、啊？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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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补吧，每天都在用、欸。我去上个厕所，都在用。上个厕所，装个水。装，都去，都去。啊，是这个还会跳掉。他总共有哪几只角色？嗯，坦克第一把，欧瑞莎跟莱。坦克就三个了。然后输出是、死神七六、法拉，那个什么，艾希原氏。跟原师对，哦，辅师四只，慈悲嘛，莫伊拉、和尚、物质，哦，我很难过，我的阿妈嘞，那个，这就是以前那个OWO 原本说要做 PVE 能力，对啊，这原本就是 PVE 要这样子玩的，就是点那个、啊、每回合抽卡片，跟那个暴雪英巴很像，嗯。即将推出 Tinkerland 看起来好像好玩，巴巴巴新增至愿望清单，正换一下新品级。什么游戏啊 ？Tinkerland。啊，动作 Rock 嘞！啊，这个是死亡细胞新出的那一款啊，是不是很可爱？然后主角是龙源。龙源？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啊啊！那个 Windbloom。我加清单，10月25日，那快了，快了，下礼拜没错。雪莉晚安。他不是可以多人吗？他可以啊。那是不是可以来玩？来啊！他多少钱？不知道吗？靠腰。你没有？你又看不到？看不到吗？你看不到啊。你关掉了，对啊，这是我的隐私欸，新增日期，可恶！我没加欸，恐怖单人，这是 VR 吗？可以贴一下，我没加到北齐，讲那么久就没加啊。新品节里面有啊，啊，我没有，我没有看这是新品节，我哇操回来了。看一下哦，新品，我贴一下。啊，你早贴嘛，可恶！看一下哦。我想找时间再来开 VR。什么意思？为什么开 VR？ 啊，玩游戏啊！啊，这一款哦，像是那个树丢树的那个守卫，好累哦，好累，那真的好累。可是你要上去找我们玩，上去找你们玩什么意思？还想找我们？他现在在装傻，他不想找我们。靠腰嘞，怎么找你们玩？哦，我是坦克，
哎，我刚玩莫伊拉，我就没有抽到那个补血，同时那个运气。你要再玩莫伊拉吗？你比较行，你玩啊！不要！我要换字了，我要换字玩了。要换物质，要丢。我在思考玩什么物质啊？对手的转移之手生化能量产生提高30%，我没有那个啊。还是我要拿那个球的效果。又可以。好久没玩了。好，我就拿这个球啊，我去丢死他们。我先去买了700块的水果回来。700块的水果。你是去买什么夜市那一杯水果是吗？没有，只买了樱桃，好贵。两个砂糖车厘，带砂糖橘，然后好像一斤多一点的凤干，然后凤梨西瓜，买了两个小猪的来，500块，贵。补不起来。被我的气球在右上角，吃了，哎。是啊，我也是啊。树了，树掉了。他在干嘛？想要收掉我？哎、欸，他想干掉、嗯，又上又上，快死了快！哎、欸，哎、欸，好多了，十分感激。知道我在这里。发现敌军。哎！后面。为狮子尊而战。一下，快死！各位英雄，站起来，面对自己的死期吧。屈服吧，屈服吧！要学就去学别人。耶、yeah, ，好像有人想偷彩，是我听到有声音。时间到，紫薇飞回，紫薇飞来又飞走。紫薇要去哪里？他想飞去哪？被阿汪吸死。我感觉是莫山比克大师。莫山比克大师，莫大师，莫大师。我的作品，留意你队友的心。啊，我们忘记第一把要输呢。什么？前两把要输？没有啦。攻击距离增加不过，对十二。啊，我没有啊。等一下就输了。能量产生提高。角度，我现在要浪二追三，踢远一点。嗯，哎，不用了，直落三也不错。都跟陶博一样被直落三吗？陶博碾压直落三。第二夜来临，交给我处理。私がついてる。哦、oh, 欸，我补一枪，你补一枪。哎、欸，怎么是毒到我啊？哎、欸，吸死人了！这下破了，回盾。有人踩点吗？没有，来，没有，但我要死了。我踩。我一起进来。对啊，我们一起进来。哎、欸，
哎呦，他好痛哦，我怎么会死掉？应该又是一样吧？不是。哦，感觉要推一下你。我来了，我有大了要。我等厨子的大。厨子有大了吗？我好腰。哎，我站到了。我怎么被隔反死了？我是被什么东西反弹到死了？那个啦，就是那个啊，欧瑞莎，他欧瑞莎那个有点可以反弹啊。我想说，我不是用锤子锤的吗？嗯，那这是可能队友打在上面的啊。啊，有可能。对啊。哎呦，他们坦克怎么进来车我呀？怎么？他跟别人单挑哎、欸，怎么有人进来车我呀？啊，你被推出去了。起来，我不起来，我是怕我痛。嗯，哎呦，许多人相继锁定，他们的灵魂寻求复仇。正在蓄力，不是你看，不要从旁边飞过去。旁边有那个，对对对，对对。哎，洗死了！面对自己的死棋吧，在我面前虚脱。哎呦，好痛啊！喂 ，nice。战斗虽已结束 ，nice。逝者却未安息。那你这样死谁？等于是我的错觉。那你怎么？啊、哦、有，死神很近哦。哎呦！注意敌方目标。为狮子军准备。我，我，我。哎呦！我他突然间，我突然间被锁一管呢、欸。好，追踪炸弹吧。是啊，追踪炸弹，不知道，我没看到他没有啊。我刚才被，应该还没抽到啦，没抽到。那个啊，右键近距离直接那个啊，直接炸到啊，那个也是蛮痛的、欸。是啊。哎，看一下，字条啊，我没有很好啊。谢谢小妞。攻速提高，移动速度提高。小妞安安。恐惧加速。那就加速吧。哎，有离开游戏。海瑞。那个输出。快帮你们加速。啊，没有人受伤，不会加速。对啊。好废啊！我来帮你。哎呦！啊！怎么会打出死神？死神右边哦。嗯。我遇过更奇葩的上面。他是秒传送啊！我看他很快、欸，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让传送变成什么？哎呦！哦，我们站到了是不是，
不要炮了，不要炮了。啊！我在、后面。哎、加速好像救到了，对不对啊？哇！我的沙子杀到一个人呢。只要还没倒下，李江，你要开大奖一下。刚刚大家推到很后面。好，可以推一波。开始吧。后面侧边是人哦，侧边是人。没有，我是怎么样的？哎，死神有大，对面死神有大哦。哎，死了，他丢完了。他在天上飞，不一样。我锁定你，想死就别杀死两个。在我面前施毒。哎呀，开大了！是谁的？是谁的？是谁的？那个 IC 的 IC 的，我们会烧吗 ？IC 的 IC 的炸弹会。然后他一个是分裂炸弹。他们换了 IC 之后好像没伤害了。因为刚刚有个跳了啊，他们有跳了。哦，对啊，他们少一个。艾希真的很难打那个。少几张卡片。有了追踪炸弹。什么啦？战术锁定。你跑。冷却室爆炸。哦。哎。产生最近使用的生化球禁止版本，好像不错哎、你说停在原地不会动？不是不是，你看好，我消失。哦，哎，他会放一个我最近用的。我如果是用攻击，他就会升一个攻击在地上。哦，很快了。继续保持，我们快要获胜了。哦，还有那个三球了，这边的莫伊拉，神不活了，神要死了。哎、欸，炸弹了、啊！好多球，可恶！哎、欸，他那个，对，他跟上一场小控一样了。哎、欸，还没，没有抽到那个死掉。你说我现在也是狂补哦，干什么？哈，我杀了，补不起来。哎呀，他直接把我的沙吃光光。各位英雄，站起来！可恶，我也想要三颗球。我怕我被他推到外面来，然后按在墙壁上。人倒了。哎、欸，我把他吸死了。五只。没有，
哇啊没什么啊好王啊他那个球太大了哎呦他那个三颗球一进来我的血直接没有了、欸、正常那个就是打室内用的这张这个太开这太室内了这打不赢了看去、嗯、okay, 再给你一颗镜子的其实蛮强的耶哎可以吗进不去进不去、嗯正正二比二，请完。哎，有了有了有了，我也有了。使用旋风火箭命中时，你的位置会成长一个生化力场。嗯，哎干，可是怎么是这个场啊？这个场超宽的，白痴啊！没有什么室内。那个比牛的球好大一颗哦。对啊。最令人恐惧的中夜就此开始。我有托比昂的地板。超白痴。什么？需要一点时间补充能量。牧羊也在左边。见了，太大了、哦。没有，我们这边被断，我们被断。好，加一个。哦，你给他杀完了，你给我挡不住我的，干什么？哎呀，死神有一个超强的进化是那个暴击很幸运吗？暴击很幸运，暴击很幸运，暴击很幸运，那叫什么意思？因为他的伤害会很幸运啊，超扯！哎呦，哎呦，晨曦，怎么你说开大了？我说不行不行，我很怕他掉下来，开一个大什么之类的。哎呦，锁啊！我刚想说，大家飞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有带那个吸引球，我是从上面跳下来的，他们也吸到上面去。哦，莉莉安安，莉莉晚上好，莉莉，这真的挺白痴。柠檬檬檬檬，感谢之锤，檬檬，好忘记带一把。你们要打这个吗？还是去打一般？哦，我都可以，我都没差，我都可以，都可以，是不是？啊，小红嘞，他都可以。小红的票很重要哦，现在大家是平票。我已经听到他说都可以了。啊？啊，好啊，都这样、啊。主播号小三。救命！救救我！打掉重练。我刚以为这个基佛是那种
就是水煮蛋，然后想哇，水煮蛋哎、欸，准备打开是，哎、欸、不对哦，怎么上面有血丝？不对啊，确实也是水煮蛋的一种吧。对，哇，那那倒是哎，水煮鸡蛋，水煮鸡蛋啊，一个是真的是鸡蛋，一个是鸡蛋，一个是水煮鸡的蛋。对啊。啊！我的炮仔！他在给我顺吗？躲闪光！我的炮仔！谁害我靠腰啊？是我！是谁呢？是我！还能又是谁？就捉那只狗！要好了！哪个小贱人？臭狗！你要选到补就不要喝啊！我补你！还同一张图哎、欸！不是啊、太气了吧！哎、欸，同一张图哎、欸，你冷静一点吧。防守方哎、欸，那我只能对造型真丑，造型真丑。其实我是狙一下，不要算了，我的啄木女真是超烂。来玩个不会玩的叔叔哈。欢迎来到轨道。啊，叔叔的子弹怎么变少了？他真的是八十吗？八十啊，一周八十啊。啊，一周八十哦！你以为嘞？我觉得好像变少，我以为是100之类的。嗯，我以为跟墨家一样，不，墨家是300啊。升空。哦，他现在可以自由变，是不是？变。按 Shift 啊，就按 Shift 而已啊。他之前有 CD 啊。啊？没有啊。有吧？没有啊。接上去了。没有吗？没有啊。没有吗？瑞安安，瑞晚安。好吧，那就是可见我对这只角色有多不熟了。我们会不会太前面了？干、啊，夺命女，白痴女坦啊！夺命女，我要回去换了。小王子突然变，哎、欸，那夺命很准哎、欸，是不是？对，好，换角色咯，干你啊，臭！你想给我去死？妈的！白痴！操！哦，那个、哎、那个夺命女真的很夸张哎！挂吗？我不知道。1300。1400五颗头不好说，有可能要看才知道。哇，这真的一枪一个。还没结束呢，发现敌人。妈的，搞死你！有，好像有一个人。我拍到女坦呢。有，拍到。我没有开场。我还掉，哎、欸，为什么？那个害不掉啊，害不掉了。害了，然后但是他整吸掉。对。嗯？夺命女很微妙哦。他是开枪的时候是抖的哦。可能要再看一下哦。嗯，我会露头的，好怕哦。看一下，看一下。哎呀，这没有办法。觉得看起来真的很微妙哎。小美前来报道。嗯。哎，你现在真好能玩哦。就是要跟着走啊。
哇！哎呀，他这个很惨，不然就检举啊，我的天啊，让系统判定啊，真的怪怪的哦，让系统决定吧。哎、他是射出去的那一下，他才会抖，对不对？对，甩过去的。啊？我会消除混乱，是先检举再说。到底在哪里？嗯。但是他根本就不会走，他不会躲，他就是一站站着 A 了。可是路修好会玩哦，还在咚咚咚音。对啊，耶，那个大耶，站住，别想走。哈哈哈哈哈哈！这去哪里啦？先去就好了。很怪啊，你看他是开枪的时候才会懂，嗯超怪，连他队友都检举了，应该按继续列队的，怎么检啊，不会检举人。那个啊，真假一种来社群社交有一个上一场比赛的，他叫什么？哦，对哦，可以看那个叫那个夺命，而且没有头像，没有头像，看一下，检看不到，检视生涯总览不公开，作弊 ，auto end， 谁说 auto end 就躯体，那你 auto end。没有，就说要作弊。帮我看看，他是不是作弊？我都直接打躯体呢，我管他。你刚给暴雪说，哦，这个看起来他很适合躯战队，超准。现在还有 Overwatch 的比赛吗？台湾没有了，哦，剩国外也是。关也要停了，不知道要停了。台湾现在要自己收。台湾，对啊，服了。那现在记得选哦。我要选什么 ？Banner。对对对。还有克苏鲁的城市管理啊。什么东西？低的。啊？怎么一点呢、啊？对啊，一点的。哎呦，才一点中文呢。有克苏鲁城市管理，城镇建造，克苏鲁的城镇哎、哦，哎呦，好像很屌哎、欸！加清单，虽然我不太玩城镇建造，创造自己的邪教，好棒哎、欸，好有趣哦！他有 demo 哎、欸，先装。不知道饿、哦，吃，不知道吃什么，一排。这时间外送，嘉义已经要没东西了吧？一顶应该最后一点点，应该就剩鸡排。
欸，可是今天礼拜六。有啊，礼拜天，看一下。又沉迷，你说沉迷这个吗？算了。要月底的，要省一点的。看不到，看不到就不会饿了。那我刚刚吃面，应该吸那个吸给你。我就把你静音。完了，我是粉条。有粉条。好，机器人，海蛙。海蛙。看到这张图就想到那天海蛙了，怎么办？海蛙。操。海蛙。什么就是在毒品？你说，欸，我没玩过炸弹鼠，欸。完了。我怎么玩？叫一下，叫一下。沾随缘呐。三鼠就随缘啊，随缘丢。开我！拜拜拜拜！首席工程师林格布。如果你不懂得运用力，那怎么让它爆炸？右键呢？怎么？哦，哇！啊，它可以存两颗啦。对啊。所以你丢到一颗对手炸起来之后，你可以马上。朝他下坠的方向丢一颗按右键，对对对对，啊，你这个也可以拿来逃跑，炸你自己会往，对，就是反方向弹走。你也可以升空，对，你可以二段跳啊。哎，有个法拉羊高哎、欸。Go， 法拉，墨家。啊！粘到了，粘到了，好烫！哇，好残，好残！有一个好残的七六，有一个脑残的七六。墨家快死了，要倒坦了他们！啊，沉睡，沉睡了，救命，救命！先回来一点好了。他打不动哎。他们要再加把劲了。没事，我们就一点一点推，你们就不要挡机器了，没有关系。啊！被烧死。去这样绕跑了，哎、欸，他死了，他死了 ，nice， 好棒哦、喔！哎、欸，回来了，好好玩哦，炸弹鼠，我根本就没看人家，我就杀鸡巴乱丢，哎，哎，我炸死了呢，他就会一直乱弹呢，好烫哦、喔，怎么那么烫？我是炸到自己吗？不会啦。I need healing。 来了，别那么激动。哎呦，哦，不用，这个卢修大都在，哇，但是我还是走不掉，完全走不掉，没办法。他们开了三个大了，大白开了。哦，你很会呢。来，我痛，我要死了。别那么急着走，护盾在我身上直接消失掉。好，谢谢。哇，哎呦，真的假的？法拉？真的假的？他超法拉哎！小心他那个大刀会击很快。小康，啊，他没有，他没有用到。火箭拳！嘿，
揍扁你，揍扁安娜、啊！被锁定，去哪里？朱诺，谢谢你的能量。哎呦，没有，你刚刚一直显示加补不起来，问他。啊，我高带，我高带。谢谢，谢谢。冲啊，大家上，向前推进。我怕了，我怕了。被打了。谢谢，谢谢，我很棒。鲍勃。哦，鲍勃，为什么没有人？因为死光了。白星，快跑！哦，有够远的，鲍勃，你还不回来？来了。好像有预判。我们的火箭弹幕吗？是的，看他。哎，对面也法拉啊！对，原本就法拉。哦呀，我一个什么？他法拉很久了。他不是他原本是真空吗？他原本是他那个对啊，他换的。真空。艾米安。小美前来报道。到了。机器人是我们的了。我还有他踩在的夹子，没事。哇！吓死！笑死！吓死！来吧！炸弹来啦！引擎发动了！你怎么不见了？是我被小美的兵抢了。哇！我直接走进他的大里面。我不脱掉。炸死人了！哎呀，正义！啊，睡着了。哦，有呢。迪沙特效。好会睡。看到没有？好会睡。肯定的吧？安妮要不要来？睡你。哎呦！哎呦！啊！啊！断补了，断补了，我绕开了。谢谢。他换猪了，可是你可以断他补。对啊。可是你可以克他。我们再试一次。哇！人被猪电死了。现在是兵队集结了。啊！外挂。繁星，繁星，我救得到你吗？用什么？要救什么？要快点抢才行！跑！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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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好可惜，我刚以为我可以 combo 一下。站住！别想走！他怎么猪打这么复活？啊！我怎么才打这样？哎、欸，啊！我没有按到右键。哇！他输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兵强。升。哇！打靶训练，打靶训练。看来我是第二选，可恶。你以为你躲得掉吗？啊，我躲不掉，对不起。哎、欸，断补没补哦，没有补哦，没有补哦。而且，哇，这个墙，哇哇，nice nice， 这个墙给你100，你快走，你快走。哇哇哇！啊，被拖回去了。哎呦！哇！啊，
妈呀，他这个高打低。哦，我被勾过去。他踩到我的陷阱，我的妈！欢迎来到轨道。嗯，快到，快到了。耶！连淘汰结束了，在摸摸啊，还跑。太扯了！精彩重播 ，Vivi，Vivi 耶，嗯，那个开打吧，哇哦，那个在开打，嗯，好爽、啊，哦，看他被断斧了，怪不得血都接没。对啊，哦，这个直接不知道去哪里。噔噔噔！发热水太白痴了。嗯。欢迎来到轨道！欢迎来到轨道！欢迎来到铁道 ！Oh my god！ 铁道崩坏！哒哒哒！你要？好，换我了。欢迎来到轨道。轨道，这张是什么啊？那个啊，攒积点啊。啊？那个哪里？泰国？吗？年纪轻轻就上战场，希望你记得给自己留点时间。我会了，只是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每个人都是一样。什么那么吵啊？这什么？这什么嘲讽脸啊？他长得好像米流哦。好嘲讽哦。他、啊、不就是那个吗？动画第一集的，对啊，第一集动画说那个毁灭拳王，其实毁灭拳王第一集就出现了。真难，在这里发现敌人，走错路了。闪击点将于好痛哦！吓到你了吗？被扁了。你在这柱子这边跳下起来，我怎么被看到了？打眼，没有，现在不是永久隐形啊？不是啊，我不是说，我说我的闪光，我绕背被看到了。脚步声，应该是脚步声。后面有步，脚光后面还有步。你后面有只死神在扁你。哦，换。关。没办法玩闪光。为什么没办法玩？可以玩。不玩吗？闪光太难了，那个。感觉现在抓人比汉影还难抓。不会啊，你要跟那个啊，跟着进场啊，就还蛮好抓的你。
盯上他们了。欢迎来到轨道。我被撞破了。哦，差一点。哇！怎么办？打不动。是怎样？他是这样把我们关在里面了吗？没有啊。没有，刚才突然按到大了。啊，差一滴，他差一滴，魔阿多，好可惜，那嘛是魔阿多啊！释放耐力强化，走吧！哦，看死人在后面。开大招是不是？对啊，开大了。我好浪费他的大招。直接把我弄死！什么意思？什么这两个大的对决是翻手了？干嘛？超级没用，浪费大招。吓到你了吗？强化。OK， 他换壁垒了。对啊，壁垒。那你没了。哦，他的那个灵敏度好高哦！有这个壁垒，好啊，对啊，然后换新梅塔，然后就吸了莱茵的盾。啊！扛不住了，爆开了。我先走喽。那不行，点压没了。嗯。扛不住啊！别打了，可以经典吗？我来，在我在我在。他心思掉了，这是一个好的尝试吧？吃我一锤啊！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蓝烟倒了，吓到你了吗？啊！血没叫出来，可恶！和谐在我的掌控之中。哇，不行，我没了，他们四个太多了。嗯。和谐在我的掌控之中。这个惨就在我们旁边，也好笑。对啊。开启传送，我要到处丢炸弹。这里我这边有死神。哎呦！哇，看那个，我吃满。好悲卡住。我好痛啊！不然好死，好痛。闪击点真的好难打哦。嗯。难玩游戏，人在这边哦。嗯。发现敌人。好。瞧瞧我们的厉害！啊，我不行。
可以吗？可以。哇，你们站到了！我准备好了。哎呦！光。我先回来好了。哎，什么意思？死神？闪光有呢，哎呦，有敌人，噔，哦，我们终于站到第一个点了，我现在后面，躲在这边了，我们要去站点，我们要去站点，先不要带过去。那个是小矿吗？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来，有传送门哦。超远呢、欸，对。这个挡得漂亮，感谢。第一把在哪里啊？跑掉，跑回家，跑回家。哦，老鼠在后面，抽掉！死神，死神，死神！那个地方回来点，阿旺。不了，两个死光了，没事，他们也死光了。哦，好，那还好，还好。哦，啊哟！你换点冲啊！在旁边而已。走哪里啊？好远，但是那边有路哎、欸。没事，到了，到了，到了。这边小心点！哎、欸，死神，死神！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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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倒了，安娜倒了，死神很惨，人家他两个叔叔都超惨，都没了，都没了。小地方，回来，回来吧，回来吧。
他杀在哪里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在里面。地板旁边，地板旁边。来啊来啊，要不要进来？他没打吧？没啦，他打他带过了。他怎么进来？他打160,000呢、欸，超扯。啊，好累啊！碧蝶打很多吧，都是碧蝶的时候。嗯。应该是刚刚那个炸三个，我有喷漆了，可恶！还好你这边炸三个、欸，外面死两个，你看外面死两个。我操！哎、欸，人呢？人呢？啊，在这里。有了，有了，可以烧光了，丢了。啊，好累。原来是爸爸。爸爸可以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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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叫晚安了，晚安了，晚安了，晚安，哎，各位要来休息啦，各位，哇，对，都是突然很临时的说，哎，打斗阵啊，我说啊，现在啊，好来啊，因为这几天才回来嘛，就想说。好好的冲一下，冲一下我们的啊，我们的战斗通行证。哎、欸，我怎么觉得真的好难冲哦？打了几天，还是因为我都没有解这个啊，我又在努力解了。好像打一打好像差不多了呢。哦吼。啊，可惜就是漏洞跟输出我会怕、啊。因为像我们今天不是第一场遇到就是一个。然后我们伤害都已经多少啊 ?1000,2000 了。那个一个 IC 伤害 500,500,800。可是我觉得怎么办，我是觉得没关系啊。对不对？我觉得还好，没关系。但是我就觉得哇，这样压力好大、啊。输出如果伤害真的起不来的话，我压力很大哎、欸。我后面玩76也都是选那个啊，追踪火箭。哎，好了好了，各位要休休了，休了。阿王关了，公子关了。胡子关了，啊谁？我还有谁？谁还有？哎、欸，我其实今天有点小发烧，哎，是头很晕，然后就是额头热热的，然后刚刚有请教神明，神明说是我。我相思病犯了，我相思病犯啦，好啦，米粒晚安，没人了吗？要不要 say？ 你们要说晚安，不说晚安，那我只好返回桌面室。不然等一下好了，我把这张图画一画。哎，我其实这张图一直没办法完成、欸，因为我跟你讲、喔，我现在绘图板碰到一个问题是，我的绘图板 OK， 但是我只要开了我的绘图软体啊，我的绘图软体会很好笑，就是来各位介绍一下我的荧幕，大概就是这样，我不是新买一个荧幕吗？就是它，我板子这么大，
我是觉得还是很奇怪，我只要开绘图软体就会这样，如果关掉绘图软体就正常。来，这是我的手写板，我的绘图板。然后就是正常来讲，我们笔啊，戳到这边会在这里，那戳到这边会在这里嘛，对不对？但是嘞，今天我的绘图板是我戳到这边会跑到这边来，所以我从这到这我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的飘逸。好，买东西哦，好，拜拜。所以我不太能画画，哎，还是我直接去买一个荧幕的绘图板。就是昨天画你，哎，前天画你那一张啊，我不是一直没有画吗？是，我也重开机过，设定都调对了，然后我只要关掉我的绘图软体，就是关掉这个绘图软体就又正常，还是要去荧幕啊？没有啊，就很奇异啊。画画没有画画啦，我在介绍我的荧幕跟绘图板的问题啊，很奇怪啊。你慢慢，我来不及，我不急，我想我来不及。哎，很奇怪，我就是我平时画这样轻轻画这样子，但是我现在你们好像看不出来我在干嘛。是，好，比如说这是绘图板好了，这样子。啊，我平时就是可能轻轻动一点点，然后图就动一点点。那现在就是我为了画这个图，这样一点点的图，我要比平时画更大的圈。所以懂吗？这个平时画的肌肉记忆就变得很奇怪了。然后他又我设定都调正常，他就只是开了这个绘图软体以后变得不正常。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欸，哎，让我真的好现在好燥哦，想画画都不能画了。有人快生日了，想再画些图，但不行画了，哎，嗯，就很奇怪啊。而且我现在用这个荧幕看，我现在这个绘图软体它有点雾欸，它叫你不要画画了。哎，难得夏天过了，哎，要可以画图的时候，哎，好吧，看来手不是拿来画画，是拿来签的呢。哎，我要来看一下我刚刚打的怎样。关掉。我们来看，我刚刚安娜其实睡得很不错欸，老实说。再来看一下，啊，晚上会开台，一定会开，不会不开，好不好？晚上是联动，就是玩那个 Pico Park 2。啊，我们看完精彩重播，我们就休息。生涯重览，战机记录。哎，居然没有吗？我安娜打得不错啊，怎么通通都是活动啊？什么意思？晚安哦，晚安，弟弟晚安。好啦。没画面，等一下，来了来了，啊，是我来投个胎好了。
光遇啦。我被踢出去了。欸，不能看是什么意思？哈？啊，不看啊，不看就算了。好，大家晚安，原地解散，拜拜。